尽管呢让人难以置信，但是这一刻是真实的。骑着一辆小牛电动车，居然从广西骑到了内蒙古大草原。这一刻呢，无数次幻想过，可能曾经梦到过，曾经想到过，但是这一刻它是真实的，并非想象，并非我的幻想。这里是一条国道，刚刚呢从这边一个收费站过来，现在呢是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里面出来呢，要前往东北漠河的北极村那边去啊。中途呢是要路过呼伦贝尔大草原的，有点犹豫那个呼伦贝尔湖呢要不要去啊，去的话肯定要多绕一段时间，但是呢这个是小问题，再计算就可以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到底有多漂亮，这个季节是欣赏大草原最好。内蒙古